前有时候吸毒失控的时候，会拿刀，会威胁自己的家人，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吸毒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想法。这里是晨曦会，是一个福音戒毒中心，在这里许多人脱离了毒海，重生得救。其实我不后悔我走过这一趟，我经历过我才会觉得说，其实我真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不应该再浪费在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这里和其他戒毒所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只注重戒身瘾，而是斩草除根戒心瘾。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话，都会让一个吸毒者去联想到有关毒品。只要是电影，都会让我想到。想到的时候，当然一连贯的事情就出来了。外面有一些戒毒所，他就算不让你吸毒，但是他可以提供你抽烟。但是抽烟跟吸毒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步的距离。你想要抽烟，你觉得可以抽烟，那之后你搞不好出去还是可以再吸毒。戒毒村的主任为我们点出了戒毒的核心价值。戒毒是戒心，他的内心没有改变了，就成功机会困难。所以有的很多出去的，或者很多在外面被关的啦，甚至到医院去求治的啦，都会在陷进去再吸毒，就是这个缘故。他里面没有被更新，没有被改变，他没有一个新的力量在他里面，他没有能力跟毒品说不。有人说吸毒是一条不归路，许多人戒不掉，就算戒掉了，也有九成的人会再陷进去。但在晨曦会，戒毒的有六成的人不再吸毒了，完完全全由里到外被更新改变。不是戒毒品，是戒罪。然后我们这边因为真的是被那个瘾头捆绑得很厉害很厉害，他说是要放弃那种在社会上面啊上班的怎样，就是要在这边住个一段时间，来把这个心哈、啊、再换一个新的心，这个是要神来做的了，不是人做的了。对。到这里，大部分的人都很和善，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曾经是吸毒的人。把那个手脚放进来，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看我的嘞。我问他是谁，他脸色不知道放哪里去，根本就不理我，他不知道我是刘师母哎。哦，他多酷啊，根本脸都不看人。然后后来没过几个月哦，哎，他就认得我了，他就对我微笑。我就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哎，他还会知道的。你看那弟兄一进来戒毒，那我接待他，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他是病恹恹的、哦、但是你会看到一个一两个三个，你看他不仅在身体上康复，连他里面的改变你也已经碰得到。因着在黑社会里的兄弟之情而接触毒品的小豪弟兄，进入晨曦会后发展出了不一样的兄弟之情，不是一同堕落，而是彼此扶持向上。在外面的生活，那种在那种黑社会，在那种模式当中，就是我不喜欢就是打，对啊，看不习惯我就是扛，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在这里，也是信仰上给我很大的一个观念，我们大家就是要彼此接纳，啊，彼此相爱。对，我觉得这是
很重要的一个戒毒的一环，因为戒毒的人都是很自我中心，我就是老大，那我要干嘛我就要干嘛，你要听我的。但是在这里的生活模式，在信仰上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反而是可能如果是以在这里的住的年日来说的话，住越久的人应该是要更去接纳体谅可能刚新进来的弟兄他们在生活上的不足，想到自己以前也是跟他们一样，有时候也不知道哪一个人有机会，但是这是交给神为他们祷告啦，然后上课分享圣经的话，那总是希望他们有一天有个机会他们认识这位神，他们就会被唤醒过来。带领大家谢饭祷告的小何弟兄在戒毒村已经三年了，在晨曦会戒毒都要待上一年半，而他选择多留下来是照顾弟兄们的小组长大哥。在读书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是会曾经啊跪在药头的面前跟药头说不要再给我读，自己也曾经就是，其实哦，我家人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自己放在我家人那里，但我要吸食毒品的时候，我去找我家人要，我凭什么让我的家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去违背他们自己的良心呢、啊？对啊，是会让自己觉得很不应该。所以，然后自己也知道，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去弥补家人。那最好的弥补方法就是改变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接待弟兄的村主任和老师，也都是吸毒的过来人，他们都是在这里被更新、被改变。于是戒毒后，他们进入了门训中心受训，打算回头来帮助在毒品中困苦的弟兄。什么力量或者什么因素让我留在这边，就是想说是一种回馈啦，回应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你知道一个吸毒人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但是现在我去感受十几年下来，我在耶稣基督里什么都有，所以就觉得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服侍他的机会，也能够帮助人，那有婚姻神也成就了，那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就是非常感恩就对了，什么都觉得不缺。未来因为我们曾经又有一个专门为戒毒者的广阔的出路来着想，就是门徒训练中心，然后这个门徒训练中心就是让有戒毒稳定的弟兄有这个意愿把自己献身给上帝，然后回头来见证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算是回馈，回馈给晨曦会也好，回馈给上帝也好，那正是让家人再次肯定我真的是有心要把它要受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在一起的建议。好，第二第三节是一起的哦。好，那我们第二第三节再来读一次。分别在前后带领儿童团契的年轻夫妻档，正是门训中心二年级的学生。看见他们和善的面容和耐心的教导，以后一定会是很好的戒毒辅导。喂，搞咩啊？头痛啊！